是碰巧我妈妈只能给我这点海拔，碰巧在长身体时咋就爱吃冬瓜，又碰巧对牛奶过敏也是没有办法，我碰巧最碰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，尽力在表演。月三下山去登山，上山又下山，下山又上山，登了三次山，跑了三里山。沟滑梯要怎么清洗？不行，我们村的村花们闪亮登场。你喂狗三天，它能记住你三年；你善待人三年，它三天就把你忘了。这人跟狗的区别就是，狗它永远是狗，但人不一定是人。阿萨阿萨，阿萨阿萨，哟，拉吉娃。Okay, let's go.